和铸造了一件青铜尊，在尊邸有限的范围里，最大限度地记载了父辈们和兴亡的功绩，以及兴亡对自己的告诫。当考古学家在122字铭文里发现"宅兹中国"四个字的时候，无异于在方寸之间看到了埋藏了千年的谜底。这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。 宅兹是居住在这里的意思，在城邦的中心会树立金旗。金文的"中"字由此而来。家园需要有护城河阻挡外来入侵，并在军队的护卫下才能得以安宁。因此，金文的"国"字有兵戈守护。尊里的中国所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，王朝的中央。 新建的都城成州，是现在的洛阳一带。这些写给祖先的字迹，更像是写给数千年后13亿中国人的信。